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呢，第一次做了心脏移植手术。我们一个男的48岁的一个脑干出血的供体呢，为他更新了心脏，那么同时也更新了肾脏、肝、肺等器官，那么他非常幸运，进行了心脏移植，整个过程很顺利。最上的是心跳，对，上次去面膜啊，这就是从我也想看好了，跳起来了，在。新的一个预期的特殊情况下面，我们昨天呢，医院开展了一个6个病人的一个移植手术，对医院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多个学科联合作战，整一个过程，在这一个新的一个特殊的时期，一边要严防死守，一边要治疗病疾病，这样的情况下面，能够把很好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。所以保证了我们医院的对病人的抢救工作能够正常的开展。